范小恩，有你的快递。三个外表爽帅、内心慈悲的电视人，我们叫做段贝三。三个说不出口的感恩讯息。爸就不跟我讲话，不想跟他讲话。他给我心灵上的支持，他就可能都在你身边。三个疯狂快递，这不是嘴，我知道这是汗。对，这是嘴哦，这有。史上最汗泪交杂的感谢任务，6月11日周五晚上9点，公视《扭蛋快跑》。